对，我妈来了。我一直给她打电话，她从下面看，我从上面看，有的时候看的不同，所以她就说，哦，现在风刮起来了，现在风少了一些，所以她一直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，而且从小她就和我一起去这些比赛，或者是去关注我，所以他就是确认每天晚上能睡够十个小时啊，确定我每天能吃得好啊，睡得好，所以他也是我觉得像带上我家的一部分。那你走快点，你肯定能落，这个动作对你来说不难，然后确实是不难，我14岁的时候就会做了，所以我更是要做好自己，去控制自己的压力和风速和自己的血板。所以他也是提醒了我一下，有的时候压力高的时候，有人提醒是非常有大的帮助。